看见美女了吗？手握五个房本，但是家里有七套房子啊、哦！找到我啥意思？我想问一下子，就是这块的房子照去年贵了啊？涨价了吧？啊，贵。那照没照去年涨价？当然。这儿的房子？现在没有卖的，现在。那玩意瞎要，没涨价，没涨，没涨。没涨价，我怎么感觉他们谁我一问他哪个房子卖，这都是比去年、比前年高了那价格。他说呀，他要多少你给他呢？啊，那现在最便宜的还有多些呀？多少钱的？就顶楼最便宜的。这玩意儿没有正价，是不是？尖儿的，正价吗？没有，你要我出来。没有正经价啊，没有正经价，这啥意思？就凭房主想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、啊。对，不是那完了，你买房子你不得讲啊？我是讲啊，那照以前要的高了，他都说那个当地房子涨价了，没有，没涨，还没涨。行，你们玩吧啊，没事没有啊，说啥都有，现在说啥的都有啊。那俩房子多远？就现在走到了就那高楼，没到那高层那前面这块，往里拐啊，快到了。没事，我想问点事儿，就是咱们阜新就是这嘎子这房子，到去年我去打听，怎么都涨价了呢？说是提价了啊，我听说提价了，提价了，你听说了？嗯，没涨啊？那说啥都有，说涨的还有，说没涨的。你别冲中介。你好买，你找中介，二楼不是你找中介的中介呀、啊，中介里头你就不能找中介呗？自己、那窗户那电话好像都是中介的，现在电话，他说的有挺多外地人都在这块买房子了。后边那房子新楼那房子有的是，全是外地人买的吗？外地人买不少，买不少。完、说的变成那个小房子吗？中介啊，后边那新楼，现在最便宜的还有多少钱呢？也后边那也是像五楼四楼的啊，也就三万多块钱啊，也就三，反正也是那价呗。买六楼啊，六楼车那建两三万块钱现在住。那有个五楼，三万块钱。啊，五楼三万多少平呢？五十多，不到六十。五十多啊？行，大爷，谢谢你啊。谢了。中介啊。人中介还得唠几句啊！这个皮别的楼层好像新点儿呢，怎么？对呀、这是新楼，新源的新楼。这是哪年的呀？这个五六年。这个楼才五六年啊！啊！哎呀，连续上了好几个楼，腿现在就感觉有点酸。阜新这块哪点好呢？就是你不住，取暖可以报停，一分钱不花，这点挺好。你要高客岗，不住都得交20%。是。所以说阜新的房子卖的比较好，有点乱。大房子，这屋房本呢？对，房本对。啊，这个大点儿，65.76。这屋原来这是搞啥来的？他原来养啥来的呀？原来养小的。原来在这养小的，我骗了，完了没收拾。这多少钱？这个要4。老要，你要8万账得了。要这个是我现在就在啥了？现在是你就别要了，我就告诉你。不要了，这因为觉得你来了。你就别老跟拿我当那是你老要啥呀？这十来回得了呗。十来回得3万8，完了咱这包括户都给他包括地说着呢。因为我这个有税，所以说这我就是全包在内了。6楼毛坯3万8，65平，580。嗯，500块钱。580。这不顶，上面还有一层。上面还有一层啊？这不顶，这家是快递，特别近。3万行不行？不行。3万。